让你有这独一无二的神奇宝贝，在你生命旅程当中有这么个神奇宝贝，让你学会为人父母。你也不要跟别人比啊，别人父母都给孩子那么多，不用，学会跟自己比。你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不用跟别人比，你也是最好的父母，最好的父母，最好的孩子，最好的家庭。你说台湾为什么不会更好？台湾本来就会更好，只是一直以来习惯了把懂得都挂在嘴边，我们都一直习惯这样。爱台湾呐，都知道对这块土地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每天地上那么多垃圾哪来的啊？哦，上帝他们开完 party 之后把麦当劳的直接丢到地球来啊，我们都是明知道要爱这块土地的人所丢的，只把它挂在嘴边，要不要做？我不是你，为人父母那个人是你，为人子女那个人是你，要不要孝顺父母？你来决定。这是老天给你的一天，这是老天给我的一天，我的24小时时间我来支配。醒着的时候我决定要快乐，外面下不下雨不会影响我的心情，我决定要快乐。今天我就会让自己快乐的过，我学会当自己的主人，决定我自己的人生。你是谁？在那位置上的你最清楚你该做好什么。朋友，那是一份责任。你的借口，你的理由，才是真正让你做不到，让你做不好的原因。不是你的能力，相信自己。比起在座各位，我算是遇到更多的困难了。比起在座各位，但现在你们能做到的事情我依然都能做得到。喝水，叫别人帮我开瓶就好了，加个吸管，你能喝我也能喝。吃饭，难不倒我，从那边到这边来多花点时间而已，我该做到的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做到我的最好。2年多前我的每场讲座我都能撑满120分钟，脸不红气不喘。2年多前120分钟我能说得轻轻松松，但这2年多来慢慢看着自己昏睡的时间越来越多，现在每天大概剩下8到10小时是清醒的，有超过14个小时以上都在昏睡。睡好吧，哎，这让我想到你们不是常常有人抱怨睡不饱的？有吗？你事情忙到，哦，你睡不饱，来跟我换呐，说我睡好饱。怎么样？就为了一个睡很饱，你要跟我交换？我愿意耶，真的哦。如果可以，我愿意，我来帮你过你在过的生活，你在抱怨的这一切，我愿意全部接受，因为。其实你一直没看见的是我看见了，你们现在所拥有的是我这辈子再也求不回来的幸福。你不要，我要，我要。如果你不要，不用啦。为什么你独一无二？因为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啊，我不会变成你，你也不能代替我。我们只需要在各自的位置上做好自己，如此简单而已。会很辛苦，都是因为我们忙着变成某某人。你不会变成他，所以你很辛苦。做自己，如此简单而已。昏睡的时间越来越多，也代表着我能说话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一开始我还挺担心的，我会担心那不是我贪生怕死啊，我已经知道自己将来我会变成什么样子，面对了，接受了，我不怕了，真的，我不怕了，都知道会变成那样了，接受了，我自然就不怕。如果你要问我那是种什么感觉，
就好比你知道明天可能会有一场风雨，今天你们准备好雨伞雨衣了，那明天风雨来了，你不怕啦？你准备好了，你当然不怕了。是啊，因为我准备好了，所以我不怕了。我之所以会担心呢，是因为我心里面想着，我今天那么难得有机会来到这里，我今天来到这里，我有一份责任的，你们有你们承担的责任，我也是啊。今天来到这里，我有责任要把这堂课上完呢。可是两年多前我能做到的事情，两年多后现在我做不到了，我撑不了那么长的时间了，该怎么办？又遇到困难了。谁不会？都会，我们都会遇到困难。可遇到困难的你做了什么选择？拼命的找借口找理由。那不如跟现在这个我一样，我们把浪费的力气跟时间用来找方法，找方法来克服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我给自己找到了好方法，把没能对你们说完的话，我要放在以下那段影片当中。我把预备一下，最后这十几分钟，你们的眼睛耳朵很重要，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听得到，可是更重要的是你的那颗心。我希望在今天结束之后，你们能给自己多一点时间空间去思考反省。你看着别人怎么努力的在经营他有限的生命，未来你要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属于你们更多无限美好的可能。最后一堂生命的课结束之后，亲爱的朋友，我只能期许你们学会当自己的主人，认识自己，相信自己，要求自己做最好的自己。你能不能，我说了，在那位置上那个人是你，不是我，我不能改变你。选择改变改不改变的人，朋友，是你，你来决定自己的一天，你来决定自己的一辈子。两个礼拜前我在国立湖北科大讲座结束后，就有学生提出问题问我，姜老师，如果现在让你突然好起来了，我会怎么办？我告诉他，我会啼笑。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还要再改变另外一种生活形态，我要再花好多时间来适应。不要。而且你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就表示你心里已经决定了，因为我现在不好，现在这样子不好。我为什么不好？好到不得了。你们搭高铁要买全票，我买半票啊。走到哪儿人家帮助到哪儿，走到哪儿人家的爱就跟到哪儿，有什么不好？我不觉得我这样不好，而且我不跟天斗，因为我要告诉你，我们真的斗不过。天给我的好不好我都接受啊，都接受了，那好不好有什么差别？就是天给的啊，天给的都接受，好不好我无所谓，所以再也没有什么能难得到我。我用我的选择来决定我的一生，如果下辈子再给我机会再走一次，我可以走得比这辈子更好，因为我相信我自己，我可以。谢谢你们跟我共度这个美好的上午，也谢谢你们跟我一起完成了不可能的1277，没有你们这不可能是不会实现的哦。谢谢你们，我们一起完成。未来还有你们更多无限美好的可能，只能交给你了，只能交给你了。不为什么？因为在那个位置上那个人是你，不是我。加油！谢谢你们，祝福大家，珍重，再见。各位请坐。我想，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难的一次课后结语。
我一直深呼吸，我想我知道大家的心应该被撼动了。如果今天的这一堂课程能够为我们多贴着一些些的那个感恩知足、宽容惜，那能够在面对生命的困境的时候多了一点点的勇敢，那今天这堂课的价值您将会用怎么样来表示？那个有些人活着跟死去也没什么两样，但是我们今天却看到即使来日不多，他仍能够把这个生命活得这么的精彩灿烂。那刚刚老师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依然感觉到他仍然拼尽他的全力喘息着要跟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依然看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但是老师没有累，因为他的累不是因为他流干了，而是他的累早就化成他生命里勇敢的汗水。